周深弟弟、周深先生，呢行啊，我想介紹自己，我叫李欣典，我今年51歲，我結咗婚，我有一個追求歲，我喺南部人嚟，我要轉咗嘢喺加拿大都十年，我身位高，我識買書，我識煮飯，我識煮中國生活字正義節開活動都買就在，我識照顧小朋友，照顧 BB， 照顧老人家，我識煮中藥，但係我唔識煮藥，我識西餐、東餐、馬蹄、蘇蹄都買齊齊，我想喺韓國做嘢人位，我想揾到啲錢俾我屋企人，唔買我自己。唔該先生，唔該大大，希望先生大大中意中我做嘢。我依家叻做嘢，落沙电话暗播在度买，做满年年合约。唔该先生，唔该大大。